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颁令暂停特朗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行政命令，特朗普誓言反击。杜鲁多寻日抵达纽宾士域省探访受雪暴吹袭地区的民众。班夫国家公园积极准备接待将大幅增加的中国年轻游客。各位，2月4日的新闻报道，先看国际消息。美国一名联邦法院的地区法官寻日颁布全美临时限制令，暂时终止总统特朗普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人士入境的行政命令，而特朗普和白宫都誓言挑战这个法官的做法。梁超明报道。美国西雅图地区的